其实这今天要抽了，因为昨天发现我们缺角色，而且他现在又加倍。那我们今天可能从这边讲角色吧。欸，那就一张大奖，那你就是赶快把那一张连上去来成员啊！所以机器的其实就是已经够强啊，就对啊。我真正无恁的烦呢。所以呢，先把机器的考起，是安尼是吗？其实我玩这个手游，我也没有在乎谁强不强，什么鬼啊？帮我主线一下，所以主线它现在也没有限定我要去哪里嘛。这边我们做个整理，按照我们的战斗力，超级好升，超级好升。哦，你们看完就觉得很好玩了。这小游戏像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那一款《萌妹子》游戏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一起可以练一只，这样比较快。我改抽了吗？